We see what you get. Hold on, hold on. Not this way. I show you. You find the number one. Where's number one? 一，一在哪里？ Is this the one? Is this? Open this one. Open this. That's you will eat for today. No. One. You just open this way. Break it. The chocolate right here. I want it. You like it? Or you want to see what mama get? You want to see what mama get? The same as you? I see. 看起来跟她也一样的。一二一，你看看一样吗？他的是白巧克力，我们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一样的 ，the same. Hey, I got it already. Hey, mine. You want this? I eat it. 吃了。I can't get out. Very tasty. 好吃的，有点咸。Oh.Eat up. Tomorrow, find the number two. This one. Okay? Tomorrow, do this. Okay, high five. 好吃吧？Mama now going to put away. 好吧 Every day only one. Tomorrow, we get another one. 好吧？一天一个。挂历巧克力很有意思，盲盒。它里面呢还有，一家有两张卡可以去吃饭的，好像$5的购物券吧。我觉得还是蛮值的。然后这个巧克力的口感呢就比较甜，口感说实话就一般般了，不是特别的怎么的，但是说好玩嘛，对吧？ What did you do just now? 看啊，他说他的鱼在睡觉，给大家看多大的鱼，这么小，要给他盖毯子。小区搞的活动，一年一度和圣诞老人拍照的活动开始了。今天呢带小朋友来到高尔夫球场，小区所借的一个地方呢，和圣诞老人拍照，已经到了很多人了。今天呢，我们来到参加一个就是跟圣诞老人合照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呢，它是11点开始，我们到这边11:05已经人山人海了，排了一个长队。排了20多分钟，总算到达了2楼。前面呢还有十几个人呢，我们就可以和圣诞老人所合影了。活动主办方呢给每位小朋友准备了一块巧克力，然后呢还有提供一些饮料啊。甜品给大家享用。I'll get a Coke. No more Gatorade.Just right here, get a napkin. Now, come here, which one you want? Hold it. You want hot chocolate bread? You want anything? Pink one. Thank you. One, only one. 一人拿了一罐碳酸饮料，然后一块粉红色的饼干。然后这边说一下，美国的甜品真的是太甜太甜了，完全没有奶香味的，都是糖。晚上呢，这所高中举办一个免费的音乐节的活动，那我就带小孩子呢过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这个音乐节也是民间自己所组织的，音乐会呢是完全的免费。里面都是关于圣诞节歌曲的一些传唱。今天呢是一个周日，我们需要去美国的俾斯麦办点事情。事情是这样子的，前阵子呢，美国队友呢
给我买了一个号称是给我生日的一个礼物，然后呢就打开了，它包装包的很好看嘛，就打开了，是一个什么呢，是个 iPhone 的一个录音的一个东西，然后说给我工作用。哎呀，我说这个很贵的，我用不到那么好的。我说亚马逊上买个几十块钱的东西，然后作用呢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都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所以呢我说就不要浪费钱了，就把它退了吧。嗯，猪队友这个人怎么说呢，有时候给我老是要给我惊喜过生日或怎么样的，但是呢往往买的东西呢却买不到我心坎里去，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我吧。因为我需要的东西呢是不光是一些华而不实没有用的东西，我需要的是平时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到而且物美价廉的东西，或者说是我非常需要品质很好的一些东西。刚刚我们把这个苹果耳机退掉以后呢，现在我们要去找一家甜品店吃甜品，吃点蛋糕。最近我们这里呢开了一家法式蛋糕面包店，然后呢据说人气非常的旺，他呢也是总部是在加州，然后在盐湖城这边开分店，然后今天呢就特地过来看一下，然后试吃一下。总体感觉面包呢还是非常做的非常的松软，不是特别甜，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这次呢蛋糕没有试吃，感觉它的蛋糕品种还是蛮多的，但是主要是以起司蛋糕为主。蛋糕卷。What do you order? A bread, cream bread. You like it? 尝一下我这个草莓可颂，还蛮好吃的，像巴黎贝甜的味道。嗯 ，Yummy 吧 ，Yummy. Can Mama have a bite? You peel some, give me. Use a hand to peel so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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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mall top, a little bit.On top, give me a little bit. Yeah. Small one. Okay, try it. 它这个就是一般的奶油面包。好啦，今天是礼拜天，然后呢，一天就比较休闲的结束了。现在回家看世界杯，然后呢，晚点呢，我还要继续我的工作，带客人去看一下我的，我买家的要租房子，带他们去看一下。拜拜。